是哪路神，比身份证啊都管用，十有八九的不离分。王公大臣呐、呼万岁，西五台状元讲论文，洋车一台，您上哪儿啊？三轮一蹬，嘿，爷们儿，我拉个洋人哈的门，仁兄贤弟一抱拳，这不是我们单枪送给您。茶馆云集老百姓，是京腔京味那么动人。北京的老话讲哲理，胡同的语言于一身，吃在京城话不假呀，北京的小吃更馋人。如今的庙会一展示，老字号也抖得精神换青春。豆汁引来了贵宾客，烤鸭子出口香喷喷，什么新加坡菲律宾大石烂打的小长城，看着风格园租一处鸿宾楼专门带回民啊。哎不对啊，谁去了他都接待您、满面春风欢迎您，是前前后后张罗您，喝多了他还扶着您、喝醉了他还留住您，不给钱他还要送您。送您去哪儿啊？送您去哪儿啊？您琢磨啊，他这绝对不是天安门。哎，天安门呐、是伟大祖国首都的象征，也是世界人民仰慕的中心，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十里长街啊，行走着精神文明的北京人，北京人衣着讲打扮，个个的滋儿啪有精神。过去的马褂看不见了，换成了笔挺的西装穿在身，时髦时尚啊讲名牌。情人伴侣嘎噔嘎噔穿着这个高跟，穿着这个超短裙，靓丽的倩影奔幽处，他们手拉手的进了树林。干嘛去了？啊，干嘛啊？干嘛呀？我不说，待会儿我再告诉您。